这儿呢。谁？我。你谁呀？哈，我是刚搬来邻居。啊，啥事儿啊？那个，我家吧，那个灯泡坏了，眼瞅天黑了，我还怕黑。你看你有功夫给我修修去呗。啊，那行，走吧。哎，麻烦你了啊。没事没事啊。麻烦你了，大哥啊！没事儿，我们往后有事吱声啊，都邻居邻居住的啊。好嘞，啊，走了啊。啊，哎呀妈，大哥太热心了，真好。哎呀，忙着呢，大哥呀。哎呀，你咋过来了呢？我还得求你点事儿啊，大哥。啥事儿啊？那啥，我家那马桶吧，让我干堵了，你帮我通通呗。马桶堵了，你等会儿吧，把牌白菜就抹完的，我过去。啊，行，快点的啊。啊，我着急上厕所。哎，白菜给我一颗呗。你自个儿拿吧。谢谢啊！啊，以后注意点，老妹儿，别啥玩意儿都往那个马桶里头塞。啊，下回我知道了，再不往里扔东西了。啊，行，我有事吱声啊。好嘞，大哥。啊，慢走啊。哎呀妈，太好了，大哥实在是。大哥，忙着呢。哎呀妈，干啥呀？吓我一跳啊！啥事儿啊？那啥，我家那炕吧塌了，我寻思找你给我修修。炕塌了？啊。炕塌你？你找你老爷们整呗，你这你啥活你都找我。你净说那话，我这不单身吗？我又有老爷们，我找你干啥呀？你单身呐？嗯。哇，这玩意啊，那行，那走吧，我给你修炕去。你说那啥，等一会儿呗。大哥，你是不是也单身呢？我也单身。你看吧，我家东西老坏，这三天两天的老麻烦你，要不认的呗。那个，咱俩凑不凑合过日子呗？完了，赶明儿吧，我要东西坏了，你就都修了，行不行？哎呦我，那我是倒没啥说的。你要不介意的话，那行。嗯呢，赶明儿吧，我要东西都归你修，完了你归我管啊。哎呀，那你这就过上了。走，走吧，走。